下来。我们安全的出来了，这是前往蒙自。都下来没？出车了，现在要从右后方行驶。我们之前是从左边来的。车继续行驶25公里，这还吃米线的吗？去什么镇上吃米线？去蒙自去吃米线啊？啊，蒙自啊，我还以为是我们下高速那家呢。没有没有，咱们去蒙自去吃过桥米线去。没吃早餐的坚持2.5小时，你们就能吃到最正宗的米线。无所谓，反正我这早餐没吃，一起吃吧。继续行驶25公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这个加油站。那个胡哥说这边可以加水，我看了一下，还真是，这边有自来水管。看看有没有水，有水的话可以加个水。在这儿看到了有洗手的地方，洗手台。有水吗？这水好水，不行，这水都太小了。有水还可以，自来水。一会儿加完油给工作人员说一下，咱们在这儿加个水。进去和工作人员说了一下，我先去加水。啊啊，小也加呀。等，我现在就过去加呀。等着呢还不是等着加油，加等半天，先去把水加了嘛。40%的水了嘛，对，先接点水。招人呢，过来这边。我刚还有水，走走走走，现在停水了。然后他们也不加油了，我晕死啊。那我们先走吧。哎，钥匙找不着，爸爸管子放起来，要走了，还是去别的地方加水吧。他这就只有一个加油员，特别慢，半天加不了油。他们就不想等了，正好呢，这边也加不了水，我们就走吧。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服务区，营救服务区。我们主要进来加油，电动车没油了。在这儿看到一个水龙头，跟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说了一下，可以在这边加水。我来看一下这个水是什么样。可以的，来吧，就用一个小短管就可以加水了。应该够长了，够了。这个哪一头？好像是这一头。给它拧上去，哎，不是这头，是另外一头小的。终于是有水了。好，
好了，水加满了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好了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Let's go。离我们目的地还有34公里，再开半个小时就到本子了，就可以吃米线了。下高速了。城市游，离目的地还有4.5公里，再开8分钟就到了。近，目前到9点还有广场舞。对，这边是有广场舞。红河大剧院，准备把车停到这边，要找一个好一点、清静一点的地方。常年都有房车停，经常有。果然。正面就已经看到有房车了。好，我们绕了一圈，最终还是把车停到了小剧场这儿的这个停车场。这个停车点是免费的，然后其实停车位还是挺宽的。它这个线啊，我停的有点晚，这个不是线了啊，这停车位还是挺宽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上下车其实还可以。还可以，喜忧朗朗。这边热乎了吧？我现在这个衣服有点穿不住了，一件就够了。来看看，今天跑了跑，现在95%的电了，快充满了就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行人在这儿打了个滴滴，打了2个滴滴，然后要去吃米线。只要不跟那个静熙给我剪头发那个一样就行。我操！差不多出发了。前面有家乐福、麦德龙的。打个车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启这个云南的美食之旅。没开业，没刚好。这边乐福好像就没有。好多。那有啥大举放风筝呢？是哪个超市啊？大就是大耳朵。啊，大耳朵。对。大耳朵。它就叫大耳朵。对。耳朵的耳朵。那东西便宜吗？超市。好，我们到了华光菊花米线，就在这里边了。还是真能找。这个是月龙之前，他之前过来吃的呀。啊。招呼我们吃吗？你看味道。这家店的米线是开到晚上8点钟的。嗯。在这点是吧？啊，它是套餐形式的。是套餐是吧？我的天，哪种套餐？嗯，他们吃的是38的那个吧？三套餐。三套餐。啊，加不热。我们来晚了，他们三个已经点好了。我去，这个米线是有点豪华。我很想知道那个88的长什么样。一个人吃一桌，88就多加几个菜。对，这小碟菜多能吃。我的天哪！哎，肉片倒进来。我觉得他这个汤我们也到了，就差这个汤了。哎呀，把洗脸盆拿过来，可以泡，洗脸盆泡个脚可还行。我们的碗盆了。碗盆到了，先放碗盆，先放肉，脸盆，先放肉，开始放，这有啥先后的呀？没有，往里丢就行。对，往里丢就行了。但是要快，没有先后。放一不热，先放肉应该，对，放肉片，肉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先放蛋，最后放蛋。哪个盘子在这儿就先放哪个，先把这些不好熟的先弄进去。哇，他们嗦粉嗦的肯定烫，嗦的我好饿。这蛋放下去，嗦的两个小盘蛋贼饿。来来，虾扔下去。现在明明是王记菊花过桥米线嘛，怎么这个是不是变成华光菊花米线了？这个是什么呀？豌豆黄吗？不知道。管它啥呢？
能捏着。嗯，真的是豌豆黄哎。它的为什么叫菊花？因为它有菊花，它是真有菊花。香菜太棒了，能捏着。你在全国有吃到几家最好吃的？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能捏着。哎，这个好像不是蒜、啊、而且特地查了一下蒙自源，蒙自源是广东的，跟云南半岛。那今天这个连锁店，等一下先。好，给它泡着，然后就等。它这个就是等米粉过来。这个好像是什么菇哎？炸过的，是吧？嗯。啊、嗯，我看到，我一开始以为是蒜，后来一看好像不是蒜。你们要吗？辣椒。等等，那个米线来了，我叫他辣椒。对。哦。哎，我这筷子一个筷子长一个筷子短，我也是一个筷子长。来，我们两个换一下，不就是哪个筷子长嘛？这个筷子长。哎，我也是个长的。就是。怎么？啊，结果还是短。我的是对的。啊，你对的就行。好，我们的米粉到了，把这个东西先端开吧。好。这不然的话，没有办法操作了。加的 ，OK， 来，来把这个，连这一碗我都觉得好足、哦、啊，一碗就够了吗？嗯，哇，这个量是真的。先喝汤，其实这么大一锅卖30多块钱也不贵。我来尝一下啊，毕竟两碗大米粉，而且他这没下午人吃这个，全是吃早餐。嗯，对，这是早中，就是我们我和胡哥加了一份，也就是说三碗。还有吗？有啊，我这有三碗，你有三碗啊？我只得了两碗，好实在的是吗？就我一个人得三碗吗？这个是一盆，我的天哪！你这是给一家人吃的，我也觉得，我这咋吃得完啊？正好一家三口啊，有点过分了，对，有点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好，我要拿个手。好，现在开喝，先喝喝汤。这样拍，鲜啊！哇，这个汤好鲜，太鲜了。鲜，鲜你妹！啊，爽！再吃个粉。我是孙悟空的孙。别了嘛，来别。嗯，开心。我玩了，别开心。味道不错。吃差不多，下面我这感觉还没动过呀。这个碗太大了，汤也实在是，关键是三碗是真吃完了，然后其实没剩多少，我尽力了，尽力就给大家一个忠告，吃米线不要认为自己的胃口大哈。但是这个的话就是不是特别正宗的，对，你这个不是正宗的，就因为它的汤不是特别烫。人家店里要说，没事，我说的很小声，吃饱喝足，陪他们理发去。陪这个早餐是的。